3年没有回去了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大概是用了15分钟左右，比较方便了。相对于以前来讲的话，设备应该是有升级的。回家，见见家人，见见孩子，见见爱人。他流程设置非常非常好。我们早上呢，6点钟的时候这边准时开关，过来的话，现在过了可能10分钟左右吧，10几分钟过来了。带了花给他们，就觉得哇，就好不容易见面了，肯定要有点心意啊什么的。我好想你们啊，真的，在香港就是打电话，打完电话之后就没有见面来的实在。大家准备有小礼品，然后这里面是有 N95 口罩，然后湿纸巾跟这个免洗消毒液。心情激动啊！好耐冇见到佢翻嚟啦，佢哋新婚而家第一次翻深圳，真系好耐啦！我觉得耐到已经记唔清上一次翻嚟系几时。踏上香港嗰一刻就已经开始好激动，呢一刻就更加唔使讲，又终于见翻中国嘅灯笼，又系过年。两地通关之后，我相信是整个的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，香港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祖国会越来越好。